今天我二叔来厂里了，我们要在路边立一个6米高的大牌子，然后已经跟路政相关部门都已经打好招呼了，让我二叔今天来焊。这玩意儿这么粗，怪不得贵啊！这点铁料1736，怪不得贵。你手拿我冷。老爸，你这是换啥呢？焊秤的地方啊？我爸管下料，我二叔管焊。这玩意儿你说有多沉吧？一根管100来斤，这4根管加铁料乱七糟的，我爸说得能有1500斤。这一根管100多斤都是说的少的。你慢点，一会儿乖了。你就说这大广告牌子结实不结实吧？这老大铁管呢，哎呦我的妈呀，2层啊！然后一会儿了，上下还要有支柱的地方，6米高，就怕风太大了，春天给刮倒了。这个木板是粘那个广告的吗？啊，广告牌子，这个叫铝塑板，然后是粘那个广告牌子的。今天地板到了，然后这边的木板是给厨房要打柜子的，要打厨房柜的。下午我爸他们就要开始铺地板了。给你那个，哎，你拿它来，你买这色挺好看，好吧？一眼我就相中这个色儿的。啊，这是灰，这是灰。就说这玩意儿有多沉吧，我大老爷们儿的整的，烙还费劲呢。老沉了，那你太沉了，这一半的厚都够用了。等妈他俩，差五差那个啥，打个赌，差500块钱的。行，再来一下。养养手啊！哎呀，又让他们送一地沙子了。哎呀，哎呀。好使，哎呦！一会儿二叔整焊桥了来的。老沉了啊！想整整，我敢。
外边太热了，今天外边34度。然后我爸说先在屋里边把地板铺了。我大哥出图了啊！我建哥出图了，刚才跟我爸搁那瞅一会儿，人家自己学会了。大哥，你比强哥强啊！强哥就搁那支嘴，支嘴还支明白，他就切也行。明儿那个办公室就你哥俩铺吧，我俩能铺了，好使。老公啊，你咋变成打下手的了呢？是吗？敲锤不利落吗？老爸，明儿你干别的活就行了，你大徒弟都能给你干了。建哥，给你点个赞啊！好使。我大哥这干着活立着，让歪男整吧。拐头整不上去了，歪男去灌那混凝土去了。等一会儿回来，你哥俩再整吧。我回家喂牛去，老哥，拜拜。今天我二叔来，一天就把这广告牌子6米高。然后都给他们焊出来了，然后明天我爸爸天不热的时候就把那铝塑板和字都铺在上边了，然后都给它固定好，到时候找个钩机往起一立就可以了。然后建哥已经出图了啊，我建哥能干活了，我现在要回家喂牛去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